そう言われれば思い当たるところがあります。あの時あの男は確かある少女を助けるために。そう、その小娘、その小娘は稲川にとって大変重要な人物だ。あの子捕まれば稲川は必ず現れてくる。わかりました、すぐにその少女を探してまいります。做什么吗？对对，姐姐呀，要去打鬼子。等哪天把鬼子全部都打跑了，然后我们就可以见面了。姐，听话，听话。张明大哥，您对我们姐弟两个恩重如山，玉红无以为报。不许这样！这一别，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面，但请你相信我，又会不容让你失望的。自己保重，我们等着和你重逢的那一天。
おお、小林君、何かいい話あるの？報告いたします。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まだであります。しかし、このような大々的な捜査では期待する結果が得られるの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か。よくやってくれたね。あのさ、今回の報道は大げさすればするほど効果がある。いずれにしても全法廷の庶民にビビらせて、それは全てお前の功績だよ。わかりました。あえて犯人を警戒させ、関係のない者と区別をつけやすくするということですね。そう、小林君、俺の部下の中、君はもっともっと侍精神持ってる軍人です。期待してるよ。わかりました。必ずこの任務を全うしてみせます。玉兰，你要出去吗？我刚回来。你怎么样？顺利吗？挺好的。你呢？今天见到郑天明了吗？见到了，闲聊了几句。闲聊什么？他说要举荐赵薇如进我们电讯科。哦，那你有什么想法吗？我当然不会有什么反对意见。你不会把那天我教给他的话当真了吧？怎么会呢？我知道你的良苦用心。我先上楼了。侯华，你是不是想约红姐姐了？她去抗联去了。等你再见到她的时候，她就穿着军装，拿着手枪，样子一定很威风。侯华长大以后，是不是也想变成他那样？侯华，哥哥跟你说了，今天外面啊到处都在抓人，你可别到处乱跑了，像上次那样，然后被别人给抓走了，那可不好办了。侯华，哥哥跟你商量个事儿呗，外面那些坏人啊，专门抓的是小女孩，要不，哥哥给你改变一下，让你变得更漂亮一些，怎么样？連れて行け。はい。花花。お嬢さんはもったいないですよ。そんな若くて。そうだそうだ。桜子はどこですか？彼女は死にました。もったいないですよ。え、入れないよ。ちゃんべ、どうして来たの？どうして桜子、どうして？話すところじゃない。ジャンペ、お願い、うちのお嬢さんのためには言ってください。教えて、教えて。ジャンペ、お願い。お嬢さんの魂は君のせいで傷つけたくないんですよ。君言って、ジャンペ言ってくださいよ。言って、言ってよ、お願い。
咱们店的饺子最出名了。真的是你，这么大了还玩娃娃？上面的那个字，哦，是因为我前两天练汉字，没有找到纸，就咱俩去小时候经常去那个山上故地重游，好不好？有事情，你老有事情。我跟你一块回去，顺便呀看看你父母。你看我买脚了，啊！我前两句会说吗？你先关心我呢，说你没事吧？你没事吧？我不是走不了路了。我告诉你啊，这么多年除了你以外，我还没琢磨过别人呢。脚不疼了吗？哎，其实我已经有心上人了。我知道。我也知道那个人不是我，但是我愿意等。不是有一句话说，只要功夫深，铁杵也能磨成针吗？我有足够的耐心等。不管我做什么，你都不会来找我。可是那不是爱情，但那不是。别说，求你别说，就这样静静的抱一分钟。不要再来这儿了。你知不知道经常伤一个女人的心，到最后会成什么样子？我到底做错什么了？我恨日本这个民族，我恨你们每一个日本人。但是如果让我能去解救中国千千万万人的生命，我一定会再死一次。而且我相信，战争早晚有一天会结束。只要你答应我，报完仇以后，我们两个去一个没有战争、没有硝烟的地方，一起安安静静的过日子。或者你让我放弃我的民族都在所不惜。没有了。如果想谢我，答应我一个条件。你说，我一定答应你。陪我谈一天恋爱，就一天。这一天会是我这一辈子最快乐的一天，也会是最值得记忆的一天。这段时间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我想明白，其实我对你的喜欢就是单纯的妹妹对哥哥的依赖，所以从今天开始，我跟你就以兄妹相称，好吗？哥哥，你以后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开开心心的去生活。小林君、よくやってくれたね。餌も用意でき、魚をかかる待つだけだ。こんな早く捕まってくれて。よくやった。ごちそうのおかげです。よし。とりあえず帰って、待機して。これから本番だ。はい。では次の任務は。あの女の子今どこ？監獄に捕らえてあります。牢屋。ちょっと考えよう。
池田は何してんの？今日は桜子さんの出棺ですので。そうか、あいつもかわいそうものだよね。いやー、ちゃんと商人やらなく、どうしても軍人になりたい。結果は娘は亡くしてしまったんだよね。いやー、実にはかわいそうです。ところが今の話のおかげで俺は一石二鳥の考え方ができた。早。早啊，睡得好吗？快吃点东西吧。没有什么话要问我吗？我有。边吃边聊。边吃边聊。王老板那么老奸巨猾，怎么就这么轻易放了我，还亲自帮我打开手铐？这很奇怪吗？还有郑天明，他一直想置我于死地，怎么就轻易放过我？还有呢？你，童子清，你真的相信我？自己有没有想过这些问题的答案呢？想了，只是不知道你我的答案是不是一致的。别胡思乱想了，你刚回来，太紧张了，快点趁热吃了吧，我得先走了。你不等我吗？今天就不等你了，我想给你自己留点时间和空间。张北，大家都在找你呢。我没想到会在这儿找到你。我不想说话。张北，张北，你冷静一点，不要这样折磨自己。我知道。你一直把英子当成自己的妹妹，我理解失去亲人的痛苦。可是我不止一次的说过，你这样报仇没有用，只有雪了国耻，才能真正的报家仇。薇兰，你不用担心我，我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么冷静过，我只是要自己。更加强大，请你理解我。
小人様、これどうしたんですか。かわしのバカ者に子供連れて、これが軍人のすることか。戦争は私にとって国のだ、娘の敵を討つためだ。子供で面倒見させて、バカにする。主人、もしかして川島さんの信頼でさせた任務ですよ。簡単に言うな。ならお前がやつの相手をしろ。主人、怒らないで、怒らないでよ。找你翻身。这是你用的东西吗？这间屋子里的东西一件都不许乱动，要不然我打你，听懂了吗？我被日本人抓走了。我已经看到花花了，一定是日本人想利用花花来抓到我。不行，咱们得去救花花。花花这么小，那可怎么办呀？真言，据我的观察，花花暂时还很安全。我们一起想办法。走，飞哥。主人，小林さんが来ました。どうぞ。この子を見張っていてください。簡単な任務です。失敗のないように。おう、この度の任務は小林が受けたのか。安心した。で、現在の状況はどうだ。与えられた任務をこなしてください。多くの質問はためになりませんよ。そうだな、君の言う通りだ。他今天答应干什么去了？喂，連れて行って風呂入れなさい。来てなくて部屋が汚れる。はい、行きましょう。
修吉三马。你把衣服穿上，这是我女儿小时候的衣服。做父亲啊！你的有本事来试试的。もう2日間だ。姿が出なかった。何を慌てている。大きな魚を釣るには必要な時間だ。现在冲上去能救出花花，我早就冲上去了。但是咱们现在这么贸然的冲上去，等于拿花花的命在赌，在赌你赌得起吗？你我二人毕竟是血肉之躯，我们枪法再准，一枪能打死几个？现在暗处埋伏的全都是日本兵，就在等着我们上钩。只有找到帮手，才有可能救出花花。我们现在哪儿去找帮手啊？走，走。这么多天都没有跟我汇报了，为什么？因为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情报。什么叫价值？你懂吗？魏如小姐，别让我再提醒你了，你自己应该自省一下。什么是该做，什么是不该做？郑先生，微如所做之事都是按照您的吩咐和指导行事，所以我不懂您的意思。不懂？作为一个高级特工，我相信你什么都懂。郑先生，我上次已经跟您解释过了，我知道因为我的失误差点连累到您，可是我已经知道错了。只怕你管得住自己的嘴。
管不住自己的心呢？先生，唯如谨遵您的教诲，再也不会犯同样的错误了。如果你不是我多年培养的人才，今天你就不会有机会坐在这儿跟我谈话。我明白。继续叮咛赵薇兰，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用你的身体去童子清那儿掏出点花。郑先生，我开弓没有回头箭，做我们这一行最忌讳的就是背叛两个字。赵薇如誓死效忠郑先生。张北，我们派人查过，有情报指出，花花被绑架这件事是日军的高层所为。咱们可以从池田勇男处作为突破口。上次化学武器配方就在他的家中失窃，可他竟没有受到日军内部的处罚，这是非常反常的情况。你可以以此为契机，见机行事。而我们的队伍随时准备对你支援。もし、ガダさんはください。つないでくれ。池田勇男，化学武器配方的事儿，你还记得吗？你是什么人？我是一个可以让真相上达到日军高层，只怕到时候，池田先生就没法再跟关羽合作了。你以为我怕？求证，不过我倒有兴趣听听为何而来。请你想办法放了那个叫花花的女孩。花花，你是什么人？难道对，我是张北。你们不要以为我不知道，抓那个女孩无非就是想引我出来。我们之间的事儿与那个女孩无关。好，我可以放了他，但是必须给你面子，必须亲自现身。时间地点？明天中午，樱花餐厅。我一定出现。你去哪儿啊？我出去走走。你现在需要多休息，等你休息好了，我陪你去吧。你已经为我做了很多了，散步这种事儿就不麻烦你了。梅兰，我想问你一个问题。说心里话，现在看见你这样好好的，我真的特别高兴。你高兴就好。你的问题呢？这个问题我只问你一次，你可以不回答，你可以保持沉默。你问吧。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我觉得你应该不是，至少我觉得你应该不可能去相信共产党那些什么解放全人类的梦话。你是不是
我绝不会让你出任何意外，我会永远保护你。知天大人，不管怎么样，你都没有食言，如约而至。大人不会有你，因为是来杀你的。杀我也是死，不杀我也是死。什么意思？你以为我会杀到自己一个人来这儿吗？狼头，在这儿有埋伏。我的马甲飞行仗着自己年轻力壮，这算什么能耐？花花呢？马上就抵达了这儿，我准备。이중도중국이내리채시수입에도간지하이진시시관가우주이후시순도모양해도돼아니부반니수잔도지양판시给我牛羊的成名。等等，知殿大人，我还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你的人都齐了吗？什么意思？